东桥 Vlog， 你现在在哪里呢？我们现在在上野的百年洋食日式老铺。洋食日式老铺，不好意思。黑船亭，耶、yeah! ！日式洋食老铺这家店呢，在塔菲勒路上的评价非常高，有3.8，是1902年明治35年的时候就已经营业的一个西式料理店。来吃这个有戴主厨帽的鸡腿肉吧。不会太柴，蛮嫩的，因为它的皮有先煎过，所以吃起来很脆很香。哎呦，哦，哇，它比一般的梅里塔斯的肉还再更多一点，我觉得肉味吃起来比较浓，然后那个炸的地方比较少一点。现在刚吃饱，我们要欢迎我们的朋友 Chloe 登场。客串了，他等下就要走了。Yeah. 为什么？为什么只客串一下？因为我没有被付钱。哎呦，翅膀硬了啊！拍过两片就要钱了。It's not about the money. Chloe 离我们而去了，就这样子只见面5分钟了。对啊，这就是朋友。我们现在在为什么边梳头发边这？我现在在上野，然后要一路前往 AKB。阿基哈巴拉秋叶原，为什么他们的叉子都不会掉？啊，因为这个面放久了硬了。原来是这样。那大家记得不要吃橱窗的哦。对。现在已经来到秋叶原喽，不可免的要扭一些，扭蛋。老婆说他想要买一台废车。来看看这个，哎呀，好汽油这个。对哦，真的，这是废车呢。喜欢收集废车的人花200块可以来买这个废车扭蛋。我现在要买他心目中的女神，耶、yeah, ！渡边女神，神机降临。来买个水吧，这边刚好自动贩卖机。白风丽花，好适合你哦。啊，谢谢。哎，还送了一张小卡片。阿仔的水。这又是一个没有套好的这个问题哦。耶！所以像秋叶原对你来说是什么地方？我觉得最近 Vlog 好像在互相陷害。真的。秋叶原对我来说是一个真正的宅宅天堂。就像大家知道，这边女仆店啊、动漫相关的东西、电器行超多。我觉得阿宅在这里就是大满足，爽。临场反应还不错。原来仆也会发观看器吗？鲍勃，逛完秋叶原，我们现在要去坐一个地方啊，去看看电车的一个好地方。好，这边是那个万字桥，旧的万字桥站，然后上去上面可以看到中央线的电车来往。所以这边今天在妈妈要给大家各位满满的大平台。今天介绍就到这边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朱伟恩，我发我，再次再见，拜拜。哦，要跑完了，走。说起来还蛮长的，哎，结束。如果你以为刚刚那就是 ending 的话，你就错了，你就对了。